王思平挑战空气步枪，射中红心，爽歪。眼神超杀的这位就是修杰台的菜王思平啦，他拿枪架是百分百，在电影《人手把偶失散》还玩起盗版的大逃杀呢。连老人家都打不过，还想拿亚洲第一啊？电影世界总是美好的，但真正的情况是，嘿。还是两个，我不是打五八，是打六八啊。所以有少哦。是吗？那应该是五八吧。中心好难打哦，可是他这么小，而且又这么远，真的。但经过几番练习后，他似乎越打越上手喽。No tender， 要不要来配一下？我们两个人在戏里面互唱一下，好很好。是老娘成绩，所以去夜市玩会跟朋友一起 PK 之类的。对，会的。所以跟学姐还 PK 吗？并不是。所以我跟他玩过，就类似比赛这种射击游戏。没有哎，还没有这个机会。那你觉得你跟他谁会赢？应该是我吧。接下来他挑战空气步枪。这是我打的。弯着弯着，他竟然把枪管对准镜头。薛那英，薛那英的意思要向镜头打枪吗？这太狠了！民国娱乐新闻，别做不良示范哦，报道。